来左边听听，右边不要停，倒着听。今天我们要玩神灯精灵，那它是一款可以猜到你心中在想谁的一个神奇软体，但这人物必须要有点知名度啦。如果说你他妈怀疑隔壁老王外遇，那个老王应该是找不到哈。OK， 那我们第一个找的人，我们找一下李听，就是找我自己。我们找一下台币第一，好不好？不是，我这个台币第一是 PPT 上说的，就是数据上面啊，刚好小弟是第一名，但在我心中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非常谢谢大家。OK， 那第一题，你叙述的对象是台湾人吗？我口音像台湾人吗？我跟你说啦，我的确是台湾人啊，啊，确定。第二题，你叙述的对象是女性吗？人家才不是女生呢。第三题，你描述的对象是实况组吗？哦哟，答对啦，厉害哦！哇，该不会五题就猜出来了吧？你戴眼镜吗？我没有戴眼镜啊，我本人也没有戴眼镜。你描述的对象是台湾 Minecraft 实况组吗？我觉得我有玩过，我也算是，但是我不应该，我应该不是主流，但我说我算是，好吧？你的描述对象是声音模仿者吗？嗯，没错，我很擅长模仿哦，米老鼠。喂，哦，嗯，喂。米老鼠，米老鼠应该是哦。小光，我爱你，但是我不是小光，好吗？我生气了，各位，我要生气了。爱打游戏吗？是吧？我是游戏主播。你描述对方矮吗？谁跟你矮呀、啊？你描述对象有没有理？有，1995年出生的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好像才8岁而已。我刚来，真真我刚来。你描述对象姓李吗？咦，好聪明哦！我原本我以为只要啊，终于找到我自己了，我终于找到我自己了。自己应该是很好找，因为我肯定了解我自己。那我觉得如果是神灯的话，我跟这个人不熟，那有没有办法猜到？如果这样猜到才是真正的厉害吧。我们找一下 Gora 好不好，就是那个鲨鱼的那个莎莎，是一个 VTuber， 因为我最近看到他在6月中的时候达到400万订阅，我个人觉得很厉害，然后也恭喜他。 Go go OK， 我们看一下哦，你的对象是女性吗？嗯，没错。第二题，你描述的对方是台湾人吗？莎莎应该不是台湾人。OK， 莎莎是学生吗？我记得鲨鱼他身高很小只，但是他是不是学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们都打不知道。你描述的对象或被，不要陷害我好不好？不要陷害我！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 VTuber， 好不好？不要乱陷害我，神灯。拜托，求求！描述的对方是男性吗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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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。莎莎是可爱的女生，哈，关系吗？我不知道，这一集很危险，好不好？我真的不知道。粉红色头发吗？她是白色吧？白银色是不是？应该不是哦。她是鸟吗？鲨鱼？不是，她不是，她不是鸟吧？海洋生物。哎哎哎，没错哦，是海洋生物哦。有鲨鱼啊吗？没错啦。25题找到吗？我猜是25题找到吗。耶、yeah, ，Gora 啊，好可爱哦。嗯，我们猜对了，我们花了25题猜到。那我刚刚自己是18题。好，最后我们画面放大一下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可以帮我按一下喜欢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想看我下次搜寻哪一个大大的话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我自己听，下次见吧，拜拜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、推特、IG。谢谢大家。那我是李听，一个色色的医生郎。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。